话说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全民赛预热真的很燃呐、还有八强抽签的直播，哇，看得我真的超级心动。所以今天我姚某人加出发去现场看看情况，出发的太急速啊，都没来得及化妆，车上赶紧补救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到场内啦，现场物资就很 nice， 我也和好久没见的朋友见面了。现场的魔术比赛的舞台效果还不错的，现场的小观众们也很捧场。然后就是紧张刺激的入场环节了，快看看有没有你支持的队伍呀。有一说一啊，这现场看比赛的效果跟线上就是不一样，气氛直接拉满，或许这就是很多人花大价钱也要到现场看比赛的原因吧。还有好多好多的精彩瞬间。